我就是很怕被同学取笑，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会问大人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我的香港脚，因为我就不想被人家发现。然后 我阿嬷就说这你看干单，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卖茶叶，就是开茶行，然后他就讲说你可以泡那个高山青的茶叶啊，所以我那时候都会泡高山青的茶叶泡脚，然后泡脚完我也会拿茶叶晒干，就是烤过晒干之后塞在鞋子里面，然后晒太阳。然后阿嬷教的我都试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效，就是有除臭，然后有比较改善，就比较已经慢慢好了。茶叶水是有一点杀菌的效果，但是它毕竟如果说你是有霉菌的话，茶叶是对细菌这一块比较有效，所以刚刚说你臭的部分有一部分是细菌嘛，那如果是霉菌大部分还是要擦霉菌的药膏比较有效。 对，所以你的泡茶叶水啦或是塞茶叶去那个吸收它的湿气是 OK， 但它针对细菌这一块比较有效。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哦。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哦。